Body， 唱到最后我才比较不紧张，真是每次都这样子。OK， 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你没有听过的歌，因为是我的一首新歌。哦，快点，这首歌有我讲很多的嘞，我写了很多，没关系，反正酝酿了很久，要终于要跟大家见面。然后呢，它是搭剧的，这个我一定要讲哦，《整理的人生》这部剧集很快就要在八频道播出，2月15号起，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，通过八频道，或者是你可以通过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现在突然间变 DJ 这样子哈，亚全新的剧集。然后呢，当中的主题曲《断舍离》是插班生的一首歌，今天也在我们 Yes 933独家首播了。然后我写的这首歌是插曲呀，然后很开心啦，终于有自己的小感动，有自己的歌曲可以跟大家见面。也希望之后在看这个《整理的人生》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，不管是主题曲《断舍离》或者是插曲，这首歌曲呢写的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，这首歌曲就是要做这个我。OK， 好嘞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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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乖躲在个角落，过去宁愿错过，更害怕走错。你的眼中我又看着我，这句越短的冲动，不想说这个我，走过路过总是都错过。你在那转着我的出我回头，是可惊或难过，想第一时间跟你说，或许这样陪伴却就足够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的眼中有泪光闪烁，湿湿的那些夜我睡眠不够，世界不懂我，谁来欣赏我的慢生活？别再言并不懂，别再闪躲，抓着这秒钟，你却说不用太多，别想太多，你就是喜欢这个我，我想做这个我，走过路过总是都错过，你在那转角的出我回头，词曲创作那个我有写，然后词的部分也要感谢插班生 Carrie 和 Dia 也有帮忙。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，之后应该都会通过 Yes 933很常听到哦，记得可以点歌啊，记得也可以把它投上那个最新龙虎榜。 OK， 我唱完了嘞，这个时候人很多，我们要那个借此机会来拍一张照片。 OK，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拍一张照好不好，就是那个我就这样啦，然后你们自己找角度这样子。